佛郎机是中国明朝的时候对蒲国的称呼，顾名思义，今季的港女日记呢就是跟蒲国历史有关的。但大家千祈不要误会，今季的港女日记是一堂历史科，相反今次是一次万里长征，因为我们会带着各位团友坐上蒲国的列车，由北向南穿梭于蒲国的历史故事里面，寻找不同的欧洲之最。蒲国列车蒲文就是 Gumboyu de Budgao， 简称 CP。 今次一于跟着我们两位主持去探险，发掘另一种游览蒲国的新方法。港女日记第四季《铁道上的佛郎机》将会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旅行新体验。